上最好的剑，翻过最高的山，闯进至森的森林，把公主带回到面前。国王非常高兴，忙问她的姓名。年轻人想了想，他说：“陛下，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蒂普多比勒翁。”再说一次，达拉崩巴班德贝蒂普多比勒翁，是不是达拉崩巴班德贝蒂普多比勒翁？啊，对对，达拉崩巴班德贝蒂普多比勒翁。英雄达拉崩巴骑上最快的马，带着大家的希望从城堡里出发，战胜怪兽莱西，获得十二金币，巫术伤痕见证他慢慢升级，偏远美丽村庄打开所有宝箱，一路风霜伴随，指引前路的深月光，穿入一座山洞，公主和可怕的巨龙，英雄拔出宝剑，巨龙说：“我是昆图古塔卡提考特苏瓦希拉松。”再来一次，昆图古塔卡提考特苏瓦希拉松，啊，是不是昆特派蒂琴考丹塔苏达马拉松？不对，是昆图古塔